台南人剧团最新作品《浪迹天涯》，台北十五场演出，一票难求。残酷冷血的纳粹集中营里，一段让人揪心的禁忌恋情。蔡伯章、魏俊展，台湾剧场两大偶像实力派演员首度同台。8月22日起，台南无缘公会堂震撼演出。购票请洽两厅院售票系统。